業季又到啦，喺真多足少嘅情況之下，建功時點樣先可以突出自己，喺最短嘅時間之內展現出最好嘅一面？其實有好多人唔知道自己想要啲乜嘢。除咗問答技巧之外，你嘅髮型、妝容、衣著點先可以恰到好處呢？星期二晚，席夢思美麗呈現《女王駕到三》。